民政局这边就有6个区来布置微型的兰花展，再加上市政府总共有4条路线的参观路线，26处的微型兰花展，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利用时间，到26处的兰花展好好的参观我们台南美丽的兰花。大家可以看，我24个景点，这样的陆陆续续在这2个礼拜里面，我们要把布展完成哦。那也是为了迎接接下来我们的一些活动跟连续假期所会带来到台南的一个观光的一个人潮哦，让他们来到台南，他就可以感受到台南就是一个兰花之都哦。就在五行山公园的入口处，那我们从竹炭故事馆开始到吊桥，再过了吊桥，我们就都是我们布展范围。另外，在我们这个奇迹市集里面，也是我们布展的重点区域。在龙起这边，除了空气好，风景还也是很好，而且交通方便。如果大家不想开车、不想骑车，也是一样可以搭乘公共运输工具到龙起来当一日的旅游。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台湾兰展是世界3大兰展之一，往年举办期间可吸引大约30万人潮参与。今年因配合防疫措施而不开展，但为了让国人能欣赏到美丽的台湾兰花，2021台湾国际兰展以遍地开花的形式，将兰花送往台南市各大景点布展。在全台南各地都可以欣赏到美丽的兰花。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伟哲市长怎么说吧。欢迎大家来2021台湾国际兰展。今年兰展有别于往年，今年兰展是在各地遍地开花，总共有6个行政区。大家如果寄不来的话，只要坐红干线公车就可以。事实上，台南的兰花非常漂亮，占全世界的1/6，占全台湾的1/2，不仅是量多，而且品质最好。那我想全这个国际兰展已经举办了很多年，每年都带来非常非常多的观光客，所以呢，今年的国际兰展不止在后壁，在所有6个区啊，所以欢迎，还有各大风景景点，所以欢迎大家来台南看兰花，来赏春游，而且吃美食，逛台南，欢迎大家来台南。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秦碧纯，欢迎收看4月19号礼拜一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要去接运，目前规划进度到底如何呢？台南市会上午邀请交通局进行专案报告，其中因为路线不断的修正甚至更新，服务升为700多亿，有可能增加到5000亿。到议员之期，这亲像在画大饼，烦恼排挤着其他的交通路线，甚至冲击着市府的财政。依照交通局上午的议会专案报告所提出的捷运路网，经过交通部初步审查，原来原本优先的南线、绿线和红线有部分修正，也有连接沙仑和南科的青绿线，以及南科经过安南区到市区的黄线，拢列入优先兴建范围。对此，议员林义莹的质疑并愈做愈大，烦恼经费到底在哪？我们是把饼越做越大，那当然议会这边一定会担心说，那经费的部分，还有就是这东西做下去，就是你真的是头洗一半，你也不可能说中间又再不做，所以说这个规划上真的是不可不谨慎。当然有议员质疑捷运的饼愈做愈大，不过毛议员肯定交通局的捷运规划眼光就是爱看远，从闸门区到南科进行连接，期待带动地方发展。说这个路线能够提早规划，就整个嘉义区、麻豆区到南科区，那我想这个地方对于未来通车族上班的人员会更加便捷哈。那我想还是要先首先来考虑到它的宽度，其实这在我们关城刚好下面有罗斯瓦寮，你的地应该很好找得到20米的地方，那可以解决晚的地方，也可以解决上班族通勤的目的。
我想我们大应该要从嘉义拿到，然后跟善化新市这边做一个快速的连接。在这个规划里面，道路是一个条件之一而已。当然，细部要走什么路，还是要到综合规划才会比较清，可延跟综合规划比较清楚，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我想，谢谢易座的这个说明。我想未来我们不管是画在优先，还是画在未来的这个远期路网，我们一定会是循序渐进。那它的前面一定是先有公车的服务的公共运输系统先起来之后，有人搭公车，我们才能够进一步的把这个公车再升级成捷运系统。那所以，如果现在有公车急迫需要，我们就会先用公车的方式来做服务。另外，刚才规划在十栋以上的台南捷运，目前总共有14条千里路网，除了无边卡路名、后边将无啥啥，加上选定车站的位置等重要性，议员一并要求所有进度甲资讯一定要上网和全民拢知。而且的名称道路走向如何，完全的一般的民众，他们都不知道怎么去清楚的很了解了，因为你没有整体的规划路线出来啊，所以民众 他想了解他未来，因为这条路虽然未来这个规划10年以后才会看得到，但是大家很期待在规划的时候对我甚至对台南市的未来如果去有什么一个定位，我想先了解，但是我们没有一个就是很明确的一个就是我在网络上面很明确的规划图给他们啊。跟你做报告，目前整体路目前还在做整体路网的这个规划，所以它大概画出的是一个方向性。好，那每一条路线接下来还需要再跟中央争取经费来进行可行性研究，在可行性研究的时候才会去找到它比较明确、比较适当可以走的道路。那目前这个路网里面大概就是一个方向性，那当然会初步抓大概是走哪一条路，可是那个还不是定案，那要到可行性研究的时候才会进一步的确定。这份规划的你到底第一条这份当时当完成，各条表示目前拉线也就是沿空到桂林关闭的进度上紧，综合规划大约年底完成，上紧5年来完成细部计划跟发包，大约在119年到120年会当完工。台南新闻官及林根采访报道。台南捷运在今年3月初审通过，目前伫个修正当中。伫个议会专栏报告，议员认为台南拼捷运，毋过现主席台南公车捷运化专运站顶开发，尤其溪北地区并无完善，要求一定要优先改善。为了台南拥有先进运输的梦想，市府跨区域进行钉钉塔塔的规划甲新闸作业，甚至局长伫专案报告形容是咱公共运输最后一块拼图。不过议员并无认同，因为包括公车捷运化、专运站的开发等公共运输的改革并无做好，尤其溪北的公车路网甲市区资源呈现严重落差。要求一定要优先做好原本的公车网和定位系统，以及加强消防公车等工作。阮遐我是希望讲，公车会当个囡仔再去读册会方便，唔免阁行足远，因为班数少，你若行远又等等足久，有诶小车变大车，啊个拜托个调查好做好到，哦，我希望啦吼，我个人代表阮哩附近诶，希望讲公车会当自动化调整，山顶啊老人要来看病，哦，叫客车会当方便，消防工作做好便，还加减啊分享，咱都市化一些成果，啊无合并，老实讲诶，带来啥？捷运真的是最后一块拼图吗？我个人打一个非常大的问号。我想公共运输哈，大众公共运输是我们都很在意在乎的。我们先针对说，我们先不管说这个所谓捷运，哦，这个捷运将来要花多长的时间才可以做好。但是我们既有的，哦，包含公路网、交通那个铁路网，哦，以及我们现在的公车的路线，是不是真的就做好了？是认为你的思考点有没有去思考？刚刚我认为尹爱达立议员讲的一个地方很好，你原先旧的东西，你原先旧的东西有没有去把它处理好？比如说转运站的开发，就举我们关庙的转运站，你开发是失败啊。
对此，议员嘛，烦恼台南变积温，因为经费庞大，会排挤现有公共运输的资源。对此，局长王彬德强调，资源一定是以现有优先。资源我们是一定是 focus 在这边优先处理，那我们会陆陆续续，在就目前还可以精进的地方再精进这一座。是你们不知道哪边可以精进，还是精进不了？是我想。刚比如说刚刚一座提到的这个如何在衔接上或者是在资讯提供上能够更进一步，我想我们会在我们现在的公车动态资讯提供还有班次的安排上会来做一个检讨跟处理。经过了解，考虑到经费等相关问题，高雄原本提拨的规模较小，但高雄部审查以后，提出建议要有完整的路线网，同时配合现有公车路线来培养使用公共运输的人口。今日新闻，阮吉林跟蔡宏博的。台南市地政局在去年首创结合行动支付，推出会当核发各种地质成本的贩卖机以后，今年阁结合财税，提供税单补发等等的功能。19号，台南市11个地政事务所的智慧贩卖机全面正式启动，市长也到现场亲身体验。去年底，台南全国首创的地震成本贩卖机，即伫安平区示范。19号上午，伫东南地震事务所正式启动，全市11个地震所拢同步提供服务，场面热烈。一，恭喜智慧地震成本贩卖机正式启用。市长魏铁在高雄见证这台天不换美机的启用，也在地震局人员操作，感受三分钟内快速完成申请地质成本的示范，同时也增加了播音隧段新功能。市长强调，除了方便民众减少到柜台排队，只要提自然人凭证地当申请，而且以后也可以陆续开发查欠、完税证明以及申请户籍成本等功能。以扩大台南的智慧服务，地震事务所它提供的这个地籍图成本的这个贩卖机，同时也扩充功能服务，可以跟我们税务的这个能够结合，税单能够结合。所以在5月份开始的包括我们地价税啦，包括我们房屋税啦，包括我们牌照税啦，还有相关的这个地籍成本，还有税务都可以适用。那只要你有一张这个自然人凭证，还有一个付费的信用卡或是市民卡，就可以来使用，这是相当便利，而且全年无休，没有上下班，不需要中午休息，对大家来讲都很方便，也有效减轻了公务机关的这个公务员的这个行政的负荷，所以呢，我想这对于公务员对民众来讲都是好事，也希望说借着这个服务提升对市民的服务的品质。也加快这个服务的速度，那也更增加了正确性。这个我们是将来还有更多的这个规费的这个部分还有其他的部分，我们会扩大的这个增加服务的项目。而且这个也是我们全台湾第一个那发生在台南，我们将来也会做得更好，让更多的服务的项目都会融入，都会纳入，包括可能的户籍成本或者是其他的部分。我们都可以考虑来纳入。根据地政局统计，1809年核发地震成本大约88万张，加上实际登录的新制，造成业务量比1808年成长了32万张。所以现在透过机器和民众家己操作，除了方便出价，伫柜台等待嘛节省一半时间。台南新闻官志林跟蔡宏博的。为了让民众更加了解公用品德，中嘉集团赞助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以及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伫个专台举办公用品德应用甲推广活动。17号伫个台南顶上个座谈会，就邀请社区团体甲新住民协会来参加。根据有线电视广播法规定，电视系统业者应该要提供一个以上的频道，予政府机关、学校团体，或者是民众播送具有公益性、艺文性，或者是社会教育性等节目。所以全国各地的第三频道拢是定为公用频道，但是真侪民众拢唔知影会当多加利用。对此，中嘉集团赞助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大众传播研究所，甲国立中山大学公共事务管理研究所办理公用频道应用甲推广，
活动十七日伫台南登场。有线电视第三频道，也就是公用频道这件事情，可以让民众对于这个公用频道的一些想法可以提出来，了解民众的需求，大家对于这个第三频道的看法。那一方面也希望说，禁用媒体这件事情可以变成是一种公民参与的行动。那大家可以不管是先去了解，或者是将来有机会去参与。那可以让这个第三频道，就是有线电视第三频道，变成是一个大家共用的一个频道。台南这次的活动，也特别邀请各社区团体以及新住民协会参加，向有需要民众分享第三频道的功能，希望因会当多加利用。因为我在社区里边一直在，透过 YouTube 啊各种，传播媒体，然后来跟社区的朋友。来介绍一些台湾的一些社区的故事，所以我对今天的课程有一些期待。我非常感谢台师大能够通知我，因为新住民，从以前到现在的话，就是一个弱势的印象嘛。然后我们就想说，如果要让大家更多的人哈来看到我们新住民哈在台湾这块土地有多少的努力，然后就想说今天参加这个说明会呢，让正要如何让我们新住民在这里的那个声音能更多的曝光的机会，会关心一下我们台南市的一些新闻，然后最主要的一些社区的发展啊。除了坐单分享。主办单位嘛规划伫暑假期间开办电视节目制作的课程，教导民众用手机翕节目，只要是符合公益性、艺文性、教育性，伫通过审查申请了后，你的节目拢会当伫第三频道播出哦。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天主教自由工商建校五十七周年，在校庆典礼举办第一届杰出校友成就奖。这受表扬的人士包括前台南市消防局长吴明峰、台南市游览车客运工会理事长苏昌洲，以及前市府教育局的督察黄光明。在自由工商五十七周年校庆，校方特别办理第一届杰出校友颁奖典礼，邀请前台南市消防局长吴明峰。前市府教育局督察黄光明、大台南游览车客运商业同业工会理事长苏昌洲，三位杰出校友回来到学校接受颁奖表扬，希望透过奖座学长在社会上优秀的表现，成为自由工商学生学习的楷模。我们请我们的学长们向前，将您手上的蜡烛星火传承给我们的学弟妹们。今天我们的校友回来。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鼓励。那我们现在慈幼里面，除了我们有汽车、资讯、电机以及烘焙，我们这四个科，我们这四个科当然是以技术为主，然后培育我们所有现代的年轻人，他们将来都可以顺利的就业。那除了就业，想要升学的孩子，他们可以在科大里面就近入学。三位杰出校友吴明峰、黄光明、苏昌洲，除了感恩过去伫学校时辛苦甲老师的陪伴教导以外，也鼓励学生爱勤勉向上，努力学习。感念到慈幼呢带给我的这种教育的恩德，尤其当年呢这个神父修士啊，他们呢一辈子哈数十年的时间呢都根深在这个学校，所以那个时候。他们都跟学校跟学生呢玩在一起哈、哦，那个时候呢，跟他们踢足球啦，或者是平常的这个教育呢，哦，都是跟深深感到他，因为他们呢，整个好像我们是他的小孩子一样，这样子在照顾我们。由于有神父跟修士，以及很多的愿意付出的老师，他们的奉献，所以呢，造就了很多杰出的校友，分散在台湾各个角落。
我们也希望透过这一次的校友会的这个选拔，能够呢，把这样的一个精神传承下去。感谢慈幼神父修士以及一些师长的教导啊，希望面对少子化的冲击啊，慈幼能够效应昌隆。第一届的杰出校友的这个表扬哈，那我们来彰显慈幼精神跟慈幼对这个社会的一个贡献，也鼓励学弟妹他们认同学校的一个师长的教导。校长陈素丁表示，自由工商建校57周年，持续秉持包师教神父的精神，每一位师长身上有着传承自由的同齐大任，也勉励在校每一位学生未来伫毕业了后，致力伫咧家己的工作岗位，毋忙有一天也会当回来到学校接受学弟妹的祝贺。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圣耀教育机构董事长王建文开了三日在东区好买了买地，用三天的时间兴建课后照顾中心。18号盛大举办启用典礼，包括市长黄伟哲、议长郭信良、甲多位立法委员、议员等贵宾拢到场祝贺，肯定对教育的用心。为买地兴建到设备甲师资，圣耀教育机构董事长王建文前后开了三天的时间，以及三亿的经费，现在圣耀课后照顾中心将于伫4月18日盛大落成启用。也因为王建文董事长路线好施，为人海派个性，来自各界贵宾将启用典礼现场挤到满满，就连市长黄伟哲、立法委员王定武、陈廷辉、林义景、议长郭信良以及座位议员等贵宾，也拢现身典礼现场。请剪彩，举起！圣耀教育中心在各位长官来宾莅临见证之下，一起一腔热血。王董事长不仅对于教育事业非常的重视跟关心，上重要伊对社会公益的基础，从来不是不落人后，是从来领袖群伦的。对于这个社会公益对于文化传承，拢是仰头起的。我想伫遮除了祝福之外，我们一定全力来跟这个我们圣耀来做最大的配合。这栋圣耀的建筑物是全部符合教育局公安消防建筑法规所有的规范，是一个模范，所以上来遮囡仔教育空间安全拢放心。大家若小朋友会当尽量上来遮。原本是想要加强家己囡仔的课业，后来因为朋友的囡仔嘛有补习的需求，最后变成三个课后照顾中心。不过圣耀董事长王建元完全袂心疼，因为一坚信到处教育无一定会赚钱，但是会让人生更加有意义。感谢各界向我贵宾好朋友的莅临指导，更加爱感谢三年来咱对圣耀的股东团队全力的支持和努力。自各地规划设计、动土兴建到今仔的剪彩典礼，终于正式迈入向理想教育的里程碑。投资教育无一定赚钱，但是会让咱的人生更加有诶意义。这句话就是我的初衷，也是咱成立的信仰的目的。信仰课后照顾中心基地面积283坪，总共有9间教室、活动游戏区、休闲区、办公区等。另外，阁有257坪室外运动场地，提供学生完整多变而且动静态拢有的学习空间。阁有通过消防、公共安全、甲升降设备等规定。伫教室内底，嘛有采用上新86寸4K 数位互动电子白板，互教学走向数位化，加添教学现场活泼性，嘛互囡仔更加有学习意愿。台南新闻张硕伟采访报道。新闻最后，赶快来关心气象。明仔载是十分有是好天的天气，温度22度到28度，未落雨。海面平均风力4级到5级，上大阵风是7级。感谢你收看4月19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泉，咱再会。